事啊，玉勋他怎么办？哎呀，哎，冷静，先冷静。你们两个为什么让他们三个把我支开？我问你呢。我回来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是谁呀、啊？玉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是希望认错他了，可站在这里的人不就是你吗？是折磨我一年的慕容云海，是发誓要和我一辈子在一起的慕容云海，是你出车祸，我每天都跑到医院去看你的慕容云海，你什么都记得起来，却唯独把我忘记了慕容云海。我会忘了情，让我丢了你，傻傻的。他说的是真的，灵儿，你能回来我们都很高兴，但是你把我们所有人都记起来了，唯独把雨荨给忘了。我知道你去环游世界是为了填补心中那片空白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会把蒋元给带回来。难道没有看见刚才雨荨快要疯掉了吗？我真的是一点想不起来，你们到底要我怎么做？要我怎么做？你就这么把雨荨给忘了吗？啊！你和蒋元一起回来，好像雨荨只是过路人，跟你没有一点关系。你知道他多伤心、多难过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不再是我的朋友。你一定要想起来，一定要想起来，一定要想起来！我想起来了。